财务跟 Spinix 还有那个丢什么小的，有时候有比较好，其他两个，有点烂。我感觉 Face 会打输 Heroic，然后 Monte 可能笔数会咬得很紧，然后 Liquid 会打输 Apex，然后 Fatality 也会打，然后最后感觉是那个 Monte 会夺冠。啊？